Hello， 我是丁磊，我们今天来开箱 iPhone X。好，大家看到这个应该知道这是什么吧？这就是 iPhone 最新出的机型 iPhone X、i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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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圈圈的相反。那我现在手上这个 iPhone X 是全世界首波推出的，那这支手机呢，要价不菲，非常的昂贵。如果换算成丁磊喜爱的食物的话，它可以购买1000杯的珍珠奶茶，所以大家大概可以理解这台到底有多贵了吧？好，那我们就直接进入开箱。呀，好了，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 iPhone X 的实体，它就长这样，完全没有任何的按键可以按，小心翼翼的拿下来，所以它就长这个样子。它是太空灰，所以它前面、后面一体成型的颜色，加上。它这次镜头是变成这种长条形的，看起来好像有3颗镜头的感觉。它这个表面光滑到我不敢去碰它，因为会留下指纹。那我们就把后面的这个膜轻轻的撕开。哦，它是一整片的，前面后面。好美哦，看到我自己的倒影。然后现在呢，我们来把它开机。哦，开机了，跟我自己的手机比较一下。其实大小好像没有差很多，对不对？这个比较大一点点的，后面的话就是长这样。除了开箱之外呢，中间的重点就是要测试他们的 Face ID。Face ID 就是他们这一次推出的终极的功能，直接感应你的脸，然后就可以打开你的 iPhone。我们要测试看看是不是真的可以成功。往上哦，好，我们选中文的好了。我觉得它其实看起来有点奇怪，很像假的。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这个它要开始设定你的 Face ID 的地方，继续。好，如何设定 Face ID？ 将你的脸放在观景窗中，然后头部画圈圈，转动来显示所有脚步、脸部角度。OK， 将你的脸放在观景窗中。嗯，哦，有了。OK。慢慢转到头部来完成圆圈，好蠢，这好蠢哦，这个好蠢。第一次 Face ID 扫描完毕 ，OK， 还要继续。好，它基本上就是看你的整个人的脸的轮廓。第二次 ，OK， 哦，已经设定好了，继续。但是你在设定的过程当中要做一些蠢事。好的，那我们刚刚都已经设定完了，基本上你只要往上滑就可以进入手机。好，那我们现在来做最基本的测试，要多久才能够打开这只手机？看到我了，往上滑，马上就进去了。一往上滑，它马上就知道是你，哎，不到1秒的时间。好，那我再试一次哦。哎，刚刚有比较久一点点，但是基本上也是我往上滑之后，它就马上进去了。那接下来我们来测试看看，用其他的方法能不能够也进入到这只手机里面。第一个，我们来测试看看超写实画作丁磊的画像，这好蠢哦！有吗？没有，他叫你输入密码。他叫我输入密码。OK， 所以这个不行，可想而知是当然不行。拜托，这画成这样，是我吗？是丁磊吗？好，那我们来第二个测试，用我们这个美丽版的丁磊不杂志封面来去打开看看，有吗？没有，没有，密码出来了。可恶，这个比本人还漂亮，竟然不让他进去。所以看来这种纸本的杂志，漂亮的照片也不行。好，我们第三个测试，没关系，刚刚那个可能脸太小，我们拿一个跟现实生活比较接近1:1的比例，精美的海报照，这样子距离大概就是你真实的脸会距离手机的。这样子一个间距，我们来试试看啊，往上滑。哎，它停在 Face 哦，它刚刚停在一个 Face ID 的画面，大概有3秒，但是后来还是进入到输入密码的画面。所以，哎，它是有被小骗到吗？我们再来第四个，我们来试试看，用弟妹的抱枕 ，3D 立体感的抱枕是否能够进去？有吗？没有。这个它也是停了3秒，然后决定。应该不是本人，所以不让你进去。好，我们刚刚测试了后面的这些方法都没有办法成功的进到这只手机里面。那接下来我们就要使用大绝招。这样有吗？为什么要这样 ？YouTube 好辛苦。他马上叫我输入密码。他觉得。这个是什么妖魔鬼怪？不然我们戴帽子试试看。好，然后戴帽子的话，可以。好，那不然我戴帽子试试看。来喽，
不行，他停了三秒，对他停了三秒，他有一点觉得现在跟我超像，好可怕啊！现在跟我好像哦，有没有？你戴我的眼镜也可以进去、欸，哎、欸，那如果我不戴眼镜呢？因为我刚刚是用有戴眼镜的，可以，真的耶！就算不戴眼镜，就算戴帽子，如果头发弄起来，好，如果弟妹是男生的话，还是可以，还不错哎、欸，他蛮厉害的，这很厉害啊！而且他其实非常的快速，而且就算你没有完全正对，你只要稍微的让他的镜头有看到你的话，基本上就是还是可以进去。而且它上面会有个锁，有没有？现在是锁的，对不对？但是你看，它现在已经有侦测到我的脸了，所以我就还是可以进去。我刚刚几乎没有在它的镜头里面了。只有有设定 Face ID 的人才能够成功进入你自己的手机。你看，就连我跟我哥，我们长这么像，他也是没有被骗到。果然这个科技不得了。所以 iPhone X 的 Face ID 真的是滴水不漏，无懈可击，真的是一个好手机。但是我还是买不起啊。好的，那我们今天的 iPhone X 的开箱测试就到这边结束。然后我必须要把这只手机还给别人，因为我们是借来玩的。QQ，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可以帮我按个赞，然后留言以及分享。那如果想要看到更多影片，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加上按小铃铛哦。那我们就跟 iPhone X 说拜拜，也跟大家说拜拜喽，拜拜。